子，您过来。请问这是婚介所不？是啊，咋的？嗯，咋的？但是今儿不营业了，啥也不干了。今天啥不干，不营业了，听明白没？反我一来不，谁说不营业的？啊，不，你说的吗？钱重要，你重要，赶紧给我办事去。啊！我拍死你！这小这么能耍滑。大爷，哎，这是婚介所，您也是来征婚呢？不征婚到这来干啥呀？你啥眼神光有叫大爷？不，看这头型呗，叫你大吗？啊？啊，叫帅哥以后啊，叫帅哥啊，啊，你也想来征婚？哎，那我就介绍一下，我们大橙子婚介所，服务第一，质量第一，对那些女的找不着好夫的。好夫找不着好妻的、啊、到我们这儿速配全部变成一加一的、啊、质量肯定是嘎嘎的。我不希望看广告，我希望看疗效。看疗效，哎，对对对，请看疗效。对，200疗效，我见一面就200，见面费200。对，就你这样值200吗？我免费，我免费。主要是你必须得相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太刺激了！电话号码里面有没有人了？你别翻了，没有了，这回一个都没有了。一个没有，一个没有。就有一个，轩轩，你虎啊！轩轩不给于总定出去了吗？于总现在不没来吗？打一个时间差，又剩200，行不？老板好，先生好，谢谢。老板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吗？谢谢。好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谁？谁呀？你俩咋回事呢？入小狼多，先可大哥。啊，花钱了。叮叮叮，大哥是消费者，消费者，你俩见一面来，看看。先生，妹儿，出租。10万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干嘛？捣什么玩意儿呢？吃完饭呢？我都怎么哥，你不知道啊？哥是开出租车的，然后呢，之前呢，去年我就带了10万块的现金，然后来这边进货，结果钱包呢整个掉在车上，结果这个哥哥啊，非常的热心又好心，钱还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大哥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拾金不昧。妹妹，是啊，类似这样事我经常做，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啊。是啊，我叫王小丽啊。啊，王大哥，不行，你这人你还是别跟他聊，唠了。不，你瞅脑瓜说话磕巴，脑瓜像土豆。大哥，你来这干嘛？年龄还不适合你，个儿太小，还有一个大的。哥，你来这干嘛？我呀，我这不是闲来没事做门墩吗？就一直都想找媳妇儿，那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是白天黑夜望星空，一天到晚找老公。不是，你俩不太合适啊！你俩合适合适啊？根本就不合适！你就看他看时间长了，晚上睡觉都得做噩梦。没关系嘛，做就做，我甘愿啊。妹儿啊，你咋这么犟呢？哥，妹妹。哥，我觉得这地方说话不太合适，咱俩换个地方唠唠。我们去兜风开车好不好？哎呀，车让人召回了，走吧。对对对。
找我家银霜来了。啊，我跟银霜约会定好这点来，这人我倒是挺提前，他俩还没来呢。银霜，银霜，闭嘴！谁？干啥呀？大晚上叫啥叫？这么多人，你害不害臊啊？银霜，我来找您来了。找我干啥呀？有事说。银霜，你变了。咋变了？不温柔。干啥呢？你有点像阿凡达呢，这是。你看过这个梅花三弄没？不是三弄没？看过。梅花三弄是咋回事？你是咱银霜，我是贝里。你挺喜欢我。就现在假如你要不喜欢，你也假装喜欢一下子。那行，我假装喜欢。我也喜欢你，完了咱俩含情脉脉的，完了是来约会了。你看着我有点脸红，不好意思，你在这干啥？你东北女孩还东北呢？行吧，再来一回吧。那行，哇，银霜，银霜啊，银霜啊，你妈找你回家吃饭了。快回家，你妈电死你。怎么的，你吃砒霜了？你老哈欠搁这说话呀？你就说你老哈欠，你都给我整晕船了，都有点。你就说贝里爷，完了你喊贝里爷，我喊银霜霜霜霜，完你就喊贝勒爷爷，不是对贝勒爷，完了咱俩一拥抱就完事了，就早说呀。嗯，开始。银霜，等会儿呢，我要道具。来，来给我把伞。银霜，贝勒爷，银霜，喊贝勒爷爷，贝勒爷爷爷，太费劲了，太费劲了，干啥去了？你这我多么惦记你！大伙都来了，咱来给大伙唱一段《梅花》。三弄啊，行啊。现在这啥？梅花一种红缎草，梅花二弄。你都坐这儿了，我往哪坐？你抱我呀！你坐着，你给我坐着。你这说事儿呗。你说说，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跟着我？抱我一下，你吓死！不到啊！啊？不到啊！你告诉我，我不跟别人说，好吧？我不知道为啥老跟你呀、啊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哟，你就说说吧。不要。你说出来，给你点好处啊。你太瘦，硌得我疼啊。你太瘦。你给我好处，你说你，我看你也没带啥呀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这个如何？啊！太刺激了。你说我啥也没说，他就给我来这个，谁能受了这个呀？受不了啊！那你就说说嘛。嗯，
我说说，我为啥老跟着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一天到晚的？是我告诉你，你不着急好不好？你呀、啊，我怎么样？丢三落四，我就天天跟着你呀、啊，我就能捡到点啥。那你捡到啥？捡啥？捡我今天我捡到来一这个，我还想要一。这个你还要啊？还要，还要是吧？还要。那我送你两个字。好。滚！不，你这是一个字。滚开！啊，对了。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呀，真好！哎呀，给你拜年来了，哎呦，谢谢！快给爹拜年呢！哎呦，可以啊！爹，过年好啊！过年好！妈，过年好！哎，过年好！过年好！爹，过年好！给你拜！过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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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拜一遍！嗯，过两遍子年了。啊！管下记行，给点，这过年了嘛，表示一下。啊！啊，这爹，你看人都给你拜年了。你自己压岁钱给点儿，压岁钱。对，去年管我借10000，今年还没还呢。我借差钱儿。差钱儿啊？那给点吧。你看兜还有吗？有，我这儿有。你别管，你别管。爸给啊。哎，压岁钱。拿着花孩子，拿着花啊，随便花，随便花，随便花。没事，爸，这你留着花吧，我破不开这个。钱少啊，给大点钱，能不能给？不是，哎，你们来晚了。你大哥、你三哥，昨天晚上不给拿走了？哎，你拿走，你看兜还有大票没？不是，你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打一白条，3万，行吗？明年一块给，行不？农村还打白条呢？3万，3万。行，爹，这你留着吧。
我过得来，你再给我生日你写来，来，要不要？太抠了，你谁呀？你俩这大过年的来看俺们，拿点啥呀？拿点啥？你家没有啥东西拿的了？我是说你俩给俺俩拿点啥？给俺俩拿点啥？给你拿啥呀？我寻思拿你家点东西呢。俺塑料袋都拿来了。要不这么着吧？哎，又来划拉来了，你吃这俩。我跟你说，明年你就甭来了。哎，我们俩明年改个习惯行不？俺俩给你俩拜年。拜年，行不？行不，闺女？哎，咱也拿塑料袋。咱也拿俩包，行不？那个，行不？这么的，不用了，那不用改了。今天就改了，今天俺们不敢拿了，俺们改签，够了，走，赶紧走啊，来，干啥去了吧？哎，那不能，哎，那边走。林海茫茫，大雪飘飘，孤胆英雄闯水潮。要问我是哪方客？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。辽南山首长是你，智取威虎山，凿灭共山六。杨子荣，我安全。杨子荣。会织女，今天他让我会我老丈母娘去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你哥别嘚瑟，一会儿被我妈看见，以为我找个傻子回来呢。那行行行，别磨叽了，快走吧，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过来，我跟你说几句啊。咋的？一会儿呢，我带你去见我妈。啊，你呀、啊，说话注意点，别直肠子，什么都说大的呼的，听见没？行行，嗷了嗷了嗷了。行，到了。敲门敲门。叮咚，谁呀？妈，是我。哎呀。开门吧，别装了，我俩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不我大闺女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妈，哎呦，你还有我大闺女，快过来。妈，哎，妈，哎，快快进来吧，快进来吧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这家，我这我妈打扮的像长得像姐俩似的哈。你说什么呢？年轻年轻年轻。快进来快进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来的正好哈。跟你说，妈那边刚煮完饺子，再给你们炒八个菜去。哎，行了，炒整饺子就够牛的了，还炒什么菜呢？你说这玩意儿，不想吃啊？要问那个，我爸呢？
啊，一准吃吧。不，你爸出门了，出门了。嗯，我今天一准吃呗，一个羊也是赶，俩羊也是放。妈，忙吧。啊，说啥？忙吧，忙。哎。妈，他那意思就是说，这王八是送给您的，让你回去炖着吃，补补身体。哎妈，吓我一跳。行，哎，那个孝顺哈，那个千年王八万年龟嘛，你要吃完它也能活一千年。说啥呢你？拿我妈当什么了？长寿呢。行，我和你爸多活两年，挺好，挺好的啊。那个，他就是让你啊多吃点，然后补补身体。你这过生日不是快到了吗？嗯，我俩呀就寻思着想给你买件衣服。哎呀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？过生日买啥衣服？真是。哎，你说的呢？红色的吧。红色好，红色好，红的好。啊，爸，那裤子呢？裤子买个绿的呗。没事，那啥呢？不行就换个蓝的吧。蓝，红配蓝，一身烂呢。那就配个紫的。紫的啊。嗯。红配紫，大狗屎。这妈穿啥都好看。啊？跟你说啥来着？咱事我不告诉你吗？别乱说话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多说呀，这也。妈呀，咱俩还有事儿呢，那就先回去了啊。有空再来看你啊。不吃个饭再走啊。是啊，没事走什么玩意儿？走吧，干啥？我送送你俩吧。哎，不用了，妈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你慢点，小心点哈。妈，别动了，你真动，鼻涕拉瞎的，放不上。咋回事你？这爸，没事，你千万别误会啊。啊，那我们走了啊。7月15我再来看你啊。啊？这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Yeah.